嘟嘟怎么了？他没有怎么样。果丫丫的芒果学了吗？对啊，今天买了两杯，然后被他一个人喝光了。你在干嘛？不要是你那个人就好了。直播了，就是你凶我干嘛呀？我都没动。啊，直播。你每次都凶我，你从小还是凶我。去啊，直播了，直播了。你还要吃什么东西吗？不吃了。还要不要吃这个芒果雪？我雪了，还要不要吃？你今天送我一片，我真的很烦，烦死了都。我刚刚就是给别人，不是说你把别人凶了，我去给别人送个礼物，然后你也送，你又凶我。